子同学来家里必点的咖喱炒饭，每次都能吃米饭炒至粒粒分明，然后下玉米青豆胡萝卜和虾仁，一勺好吃的咖喱炒饭酱，炒匀炒香后淋一圈生抽提色提味，最后放葱花蒸盐、胡椒粉、蛋清、生粉两面煎香，放姜蒜辣椒炒出香味，再加水和一包牛骨熬制的酸汤料，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。你看是不是和煮泡面一样简单？首先下五花肉末煸炒出油脂，再放腊肠丁炒出香锅，香菇一勺，生抽翻炒均匀，给食材入个底味，饺子皮折一个你喜欢的花边，再把糯米饭捏成团就能做。首先碗倒入300克蛋糕专用粉和半碗清加到肉末里，放点葱姜水、盐、生抽、淀粉搅拌均匀，蛋水开上锅，先蒸生抽、老抽，一包摇鸡粉、花生油，放葱姜、盐、胡椒粉，就像我这样做，软烂入味，越吃越想吃。小伙子，你的胃口太大了。男子汉胆大吃四方。